我叫宋雨菲，是一名娱乐新闻记者。今天特意去到忙完工作，赶来看我的原稿。我们只能给大家留出十五。师们稍等一分钟，外面有点冷，我去给二位拿件外套披上，千万别感冒了。秦老师最近拿奖拿到手软啊，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戏播出之后，我们谁能站在领奖台上。把戏演好，没有好作品，观众也是不会买账。前辈说的是啊，不过等刑天上映，看看大家更喜欢哪个角色吧。那祝你好运。现在让我们有请两位主演李冰妍老师、秦景霄老师，还有新一位主演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正式开启我们的新品仪式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签售会到此结束，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工作消息。不好意思啊，就签一下就好了。嗯，我的元宝，哎，别走啊！萧的绯闻女友吗？我怎么变这样？我的脸呢？萧哥，明天通告还没有出，晚点我发电子版给你。嗯，现在辛苦了，回去早点休息。变成了宋雨菲，那我的身体又去哪了？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？停车场。
别装傻，赶紧回房休息。狗仔就在外面，你最近老实一点，别想着出去鬼混。难道秦景霄和宋雨飞的绯闻是真的？看着人模狗样，居然还是个渣男？还不回去？哦，这就回去。等等，这个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你确定？你不用威胁我，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讨好男人，尤其是像你这种道貌岸然的男人。如果你想穿，你留着自己穿。那下次，别让我帮你买。什么线索都没有，没想到有一天会变成绯闻女明星。宋雨飞，宋雨，宋雨飞，宋雨飞。宋雨飞的手机。宋雨飞1998年3月30日出生于海滨市南山区。0330。秦景霄和宋雨飞隐婚了。主编让我调查他俩的关系，没想到居然是……你干嘛不穿衣服啊？宋雨飞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我就最近失眠了。卖弄风骚行不通，改走清纯路线了是吗？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，咱们的婚约不过是为了交代。明天记得去探班，我会介绍导演给你认识。至于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，还得看你自己表现。是想拍戏所以才隐婚的。喂，大哥，可以麻烦帮忙调一下昨天的那个监控录像吗？什么录像？就是昨天秦景霄和李天元离开的那个视频。那可看不了，这些啊都是机密，哪能随便给你看？大哥，我是宋雨飞啊。哦，你是那个演那什么什么那个女明星？对，我们是一个公司的，因为他们昨天落东西了，想说要我过来取，所以我就想说帮他们看看，下午送去片场。啊，行，那你看吧。好，谢谢。保安大哥，你听说昨天有人在这被车撞了吗？又在停车场？没有啊，昨天也是我值班。哎，你不是找东西吗？哦，我就随便问了。几点到现场？已经出发了，马上。我是不会放过，即便与九州为敌，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过。哎，快场，实习一三场。九枪，一会儿先拍你近景吧。当然啊，好，导演。这场。三号影棚，
这就是剧组啊。雨飞。雨飞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秦景香让我来的，我们。我一直以为你们之间是谣传，原来你们真的在一起了。没有，目前我跟他吧比较复杂。我不管你跟他什么关系。雨飞，你要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就够了。从大学到现在我等了你六年，我不在乎再等下一个六年。好了，我先去拍戏了。宋雨飞，你要忍住了，现在吓死可就太亏了，你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啊。好好，收到收到收到，好的好的。哎，宋老师啊。你好。今日你我就上主持，不仅决定了姐儿的婚姻，也决定了你我之间没有一人葬身于此。废话少说，出剑吧！哇，李凌云好帅！看，弯的不？先拍老骨特写。原来拍个戏这么复杂。精益求精了。哦。你就是雨飞吧？对，我听锦霄提起过你，一会儿等锦霄来了咱们聊一下。好。对，待会儿拍的原地啊，可以摘头套了啊，休息一下。导演，导演辛苦了啊，咱们先拍老虎，拍完老虎再拍你们。好。锦霄，你觉得雨飞演什么角色合适啊？导演，导演，角色就你来选吧，我就不乱掺和了。您看看还有什么角色适合雨飞？倒是有两个角色，一个呢是深爱李天元的青洛，戏份不少，而且有粉红吻戏，准备做成副 CP 的。选另一个吧。另一个戏份比较少，是锦儿落入凡间的样子。没事，导演，雨飞还是个新人，先演一个小一点的角色试试看。导演，啊，雨飞跟我是大学同学，也是科班毕业的，戏肯定是没问题，演青洛绝对可以的。看，我觉得雨飞这个外形演哪个角色都非常合适，具体呢，可以让雨飞自己来选。你说呢，雨飞？那我选，那我。我再研究研究，明天给您回复行吗？没问题，反正戏都在后面，我等你答。导演，老虎的特写拍完了，饭也到了，要不咱们先放饭？好，放饭。雨飞，吃完饭再走呗。放饭呀！晚上回去好好看剧吧，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。导演明天会安排实习。真演。不是你想演吗？机会是给你了，珍不珍惜在你。可是我不会演。你在我爷爷面前不是挺会演的吗？不然他怎么会让我和你结婚的？爷爷。爷。我。肖哥，咖啡给你买过来。可以吃饭了。好。你这边凉了，给你重新买杯热的。他不知道这是李天元的咖啡吗？
于飞，一会儿我和锦江哥有场对手戏，你要不要来看？好啊。你怎么还跟上学的时候一样邋遢？不要浪费粮食。开工了，开工了啊！各部门抓紧时间，开工，开工了。程静老师到导演这边来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老师，可以借我支笔吗？啊，秦老师，在监器上，您随便拿就行。啊。宋老师，这是导演让我给您的剧本。给我的。加油。太逗了吧。这场戏我其实都已经没有了，现在。导演。啊，天元来了。哎，正好说一下这场戏啊。嗯，好。这场戏一定要注意安全。OK 吧。放心吧，导演。OK 吧。OK。嗯，行，来，我们走。来，道具，服装。来，道具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四，走。哎呀，还在打。看，怎么回事？导演，两个演员都受伤了。就是了。赶紧看看。赶紧走，医药箱，快点，快点，医药箱，快点，快点，没事，导演，流血了，放天，赶紧贴，赶紧止疼贴啊！来，你上怎么回事？没事的，快，没事的，快，有没有人管一下药箱呢？快，把药箱拿过来，先拿酒精消消毒，消消毒。我搞错了，这个本来是要给秦锦霄的。嗯，拿来吧你。不用了。啊，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，赶紧的，快点，周哥，先支姐，先支姐，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。是要给秦锦霄的。嗯，你来吧你。锦霄哥，宋雨菲呢？哦，雨菲姐在楼下超市呢，我先让她伪装好。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宋雨菲有点奇怪？嗯，是有点奇怪。平时雨菲姐为了避嫌都躲着她，今天竟然……你去查查。看看宋雨菲最近有没有和什么奇怪的人接触。嗯，好，那我去调查一下。为什么不听？我想出来自己坐着。上去吧。
公寓的菜品太差了，能不能请个厨师啊？最好是粤菜的，求求你嘛，老公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我一直就会。我一直就在学习研究菜谱，想说试着做一做。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这是你今天练的字儿，这是你之前合同上的钱。你什么时候连字迹都变了？我昨天练字儿的时候右手不舒服，我就想说拿着左手试一试，然后就签了这个。那麻烦宋小姐用左手再签一遍字。我今天左手好像也不太舒服。宋雨菲，我劝你最好跟我实话实说，否则完了完了完了，要被谋杀了。不行，就当是一场梦，小命要紧。哎，我好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宋雨菲，我是宋雨菲，我至少我不是这个宋雨菲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突然间这个宋雨菲到另一个宋雨菲身上。魂川。对对对，就是魂川。麻烦说谎之前动动脑子行不行？别把上部戏的剧情放在现实生活中。我没有。宋雨菲，你假借刑天之名，让大家以为我和李天元都喜欢，所以你在李天元受伤的时候给他递纸巾。你练签名是害怕我把合同曝光，一旦有人查起来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用另一种签名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。我说的对吗？嗯，好像没毛病。婷姐，礼物帮我送过去了吗？放心吧，送完了。那导演怎么说？导演说具体定哪个角色还得看雨菲本人的想法。不过你怎么到现在还惦记着人家呢？长这么大就喜欢过一个女孩，能多喜欢一会儿就多喜欢一会儿吧。天元啊。嗯。你千万别因为她影响了自己的前程，你现在还没有能力和秦景霄正面 PK 呢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放心吧，婷姐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等着吧，早晚会超过你的。